这是谁邀请？不是兄弟，哥们儿，这是哪儿来的？不要他跟乌兹一对，我操！这个有纯净流吗？我操，兄弟！我操，佩尔这是太夸张了，我操！杜可会吧？杜可会中文吧？我操，还有狗斯特，DUKE 中文应该没有笨好，笨基本上是无压力交流。哎，陈永温，哇！闪现 Q 预判，这是预判还是撞上去的 ？Icon， 你得兄弟，我不好说，但我觉得这你不能排除是人家 Perks 玩的好，对吧？他们这个还是谁是卧底的这种情况，每队有一个卧底。那哥们艾森温铁卧底了呀，他妈被推线在那跟别人对射。下路对焦闪现泰坦勾还有很久，那这样拉开闪现 A 有光盾在勾引吗？伍兹，艾森温绝对卧底啊，兄弟。我小脑萎缩了一下，不是，主要小乐言是三分钟出野区的，他多了三十秒，实现是3:02，直接拿下。但他是不是那种专业打野？哇，笨！阿皮没技能的。哎，宝蓝绝对不是卧底，宝蓝绝对不是。艾森温吃这个头更像卧底了，你懂吗？我操，吃了以后再送。对，吃完再送。感觉跳过来最多最多打一个闪啊！这两兄弟没伤害呀。有兄弟帮忙点勾一下。我操，宝蓝绝对不是卧底，宝蓝绝对不是。活了怎么办？就看前期，看三分钟，看四分钟就知道了。包不是，这个有点不干净呢，这是不干净。双眼野区开始搞了，而且下路宝蓝又哇包烂，喂，宝蓝陷阱放的很好，宝蓝这边一个平 A 拿到了这个头，要看表情的。帅哥给他讲讲吧，就那种口诀，哎来了，哎呦六级，但是没有 Q， 没有勾引有一点啊，这一波闪现 A， 哇，这波朴实无华，我操，六可绝对排除，撞起来。我跟你说，这波勾勾引虽然被单吃了，但他不是卧底。如果是卧底的话，他不会摇一下那个头，你懂吗？摇一下这个头就证明他懊悔，就证明他没想到。中路扎克来了，正好 EZ 对，拉远拉近。我 ICO， 你看 ICO 死了没表情，在这搓手。你看老子演的还可以吧？你看着没？他不懊悔，还在憋笑。对，还在憋笑，他没感觉。你想想，刚才勾勾硬被杀着，哎，这样就很烦，他觉得很烦。但是 ICO 被杀了没有这种动作，又被 ICO 铁了。然后左边的话就是现在还是一样嘛，就是扎克烧完野区他去四级，你看右边下路排除嫌疑 ，DUKE 排除嫌疑，笨不好说，但是艾森温演太假。又来了，畸形对拼，百分之一搏好像是他。哎呦，还要再你看，你看吧，开送了，又开送了。被扭掉了，又 Q 到了。W 在一空 ，W，OK，Q 闪，可惜了，这波没接到。哎呦，我操！再来 Q 到，再送，你看他送完绝对不摇头。OK， 挠头。安排了，但是下路又打起来。挠头是没用的。小明已经走了。六级了，乌兹感觉很难跑。这么恨啊！哇，换来了乌兹也应该要走了。下路有点。不会乌兹是卧底吧？这小静跟宝蓝的泰坦配合，然后又碰到一个现在版本最厉害。然后你要看他死了之后的反应，你知道吧？要看摄像头。他是有闪现。对，要看摄像头。下路扎克又来了。宁王很尽力啊，闪现哇，再一个深蹲，大招，我操 ，NG， 最后差一下平 A，NG 排除嫌疑，百分之百不是，排除嫌疑，排除嫌疑，一边中路是卧底，一边辅助是卧底，好吧。六八一折吃完给你送两波，兄弟。没有太大影响，但是奔这个宁王这样给你交的。因为右边要输啊。但是奔这慢二十秒没道理，上路又来了 ，O N 是有大招的，兰博没闪被击飞，奔来了。哦呦，这个长。奔开奔的技能释放。先把花种到草里，给一个视野，再一个。没问题。击飞之后，人头是直接被奔的平 A 拿到。再看一下大哥的表情啊，准备死了以后。自然，勾勾印有点太自然。他不会是那种直接裸无尽的进吧？宁王又来收集者吧，宁王其实现在战斗力还可以，哇，而且勾没勾断，宁王这个位置对面有打野的，宁王先把大招打出来控制抵消，抵消了泰坦的大，还有大，哎呦这一波，哇，森明再 K 一个，直接 K 一个 K K 再 K， 哎，宝蓝闪现到勾，但是宝蓝有闪现，哇，小明也收起来了，
右边的伊泽瑞尔还在往外走，感觉不能开啊。宁王有点蠢蠢欲动了，他在跟 Perks 沟通，牛头也在赶一个高，两个闪现闪得很快，宁王一个跳，哎呦 ，NING， 反应，再一个拉远拉近，但是奥恩很能打，奥恩有一个羊来羊往，封神，大哥被击杀，宁王这边再一个神灯跳，宁王这边疯狂游龙，神明可以没问题，再 K 一个，打出 Duke 的一个闪现，神明不开大，神明不开大，哦没大，被曹冲要喷死了，完了，我好走位，我好走位。我操，我有，但走不了了，哇，故意 QY 然后闪现走，艾瑟恩无敌了兄弟，他不是卧底老子吃，网课把哪儿 Q 的，他完全可以等到他的那个野辅先去开船，扎克和溜头，你后手打，哎，中路又打起来了，大招短了一寸，华彩定到一个泰坦，定到一个牛头，这个位置牛头再二连，伊泽瑞尔大招也刮空了，喂，一波贝要被脏杀了吗？所有人的技能虽然空的比较多，但是我 N I N G 巨尽力，玩杰拉打野就容易这样，绝对没问题的，死，这个打野不错啊，刮死一个老牛。艾斯恩把老牛刮死了并不开心啊，看起来对面的卧底也发力了，还是要看他中后期前期我觉得就长这样，好像 TP 了，抓 AP 了， AP 这位置怎么走，没事啊，推了个一塔死了无所谓，看有没有人 K 头， OK 没人 K 头，全部解除嫌疑，这三个人都没有嫌疑，笨不好说，就右边卧底中野出一只，其他三只发金水，中野出一只，左边中野发金水，上下出一只，让给乌兹，在这面的话老牛是死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乌兹又收一个头，就他这个前面的刷野速度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就是对线的玩家，就比如说 EZ 的死亡，就他们中路 EZ 的死亡，就是因为本来明明是他 EZ 就是 icon 可以打强势的，喂乌兹，有人打小明，露一点，下半区一打一，兄弟包卧底，没毛病啊大哥，老星球之光单杀新星球，我大哥排除嫌疑，打起来一个闪现定，有可能是老牛 W 顶一下把奥恩顶下去了，但是奥恩顶下来好像不是一个好事情，解拉一个花直接，兄弟两边卧底都实锤了，兄弟还往前追，火山突显减速，左边 MING 右边 ICUN 全实锤了兄弟，笨也排除嫌疑了吗？笨主要不是，主要 ICUN 太过分了，你懂吗？然后太过分了，给我再开启个护盾，再换子弹，没有扩容弹夹，被 RP 拿到一个四杀。这波打完 ，RP 要说一句：原来 Rookie 吃这么好，怪不得我当初打你们没有胜算，原来你这个打野这么猛。就是小火龙没血，他先走了，然后就是该上的也上了，该上的扎克也反打了，就比较合理。对，牛头也在卖，这样吃伤害，对，都比较合理。下路直接把先锋放出来，扎克。哎呦，佩尔兹有点凶啊！反野真的，你看看，扎克领先了杰拉20刀，这个真的太少见了。羊来羊往，击飞了，配合一个泰坦的大招，大哥这波能闪出来吗？往左往右下闪，闪完之后近的子弹飘过来了，扎克帮忙挡，杰拉闪现一个大，大哥是没有闪的，被杰拉的边边给击飞。但是正面扎克帮忙挡了非常多的技能，而且 RP 来到正面战场是可以反打的。RP 这边交易告吹，先躲掉钩，再走位扭掉华彩。RP。还在操作 ，RP 这个时候两件套伤害非常高，再 Q 到 RP 又好了，哎呦，火龙也来了，妈妈登场，但是妈妈这边只连到了一个剑，MING 包卧底兄弟，开起来扎克再掉，包的吗？这波怎么包的兄弟，两边卧底都包了，而且他有被两边卧底包圆了兄弟，闪现反应过来 ，RP 还在秀，有 TP 保扎克的被动 ，RP 这边被带走，但是扎克站起来看到右边的一个 icon， 扎克还是被两边卧底都包了兄弟，左边 MING。ING 右边 ICUN 绝对包了，没有其他人了，已经中野太猛了，这波一直在操作 Ghost 这边护盾也被逼出来了，没有有闪现的 Ghost 这边想追，看这个鱼叉能不能命中，但是三速鞋跑得很快，好像没角度了，好像没角度了，大哥再追我就要给你上票了啊，主要大哥没出现那种情况，就没出现真哎你不会死了哎大哥他勾墙 CD 短的，下一勾快好了，应该能走。哎，把不是他把火龙的哎 TP， 他把火龙也害了。
大眼睛。不，这波本来乌兹走了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波在上面打的那么热闹，一波五五。我感觉大哥又有点不好说。不是，感觉他这个是。感觉他这个是就太久没玩游戏了，感觉是太久没玩游戏了，他不是卧底，还是 MING 嫌疑高一点。有那个嫌疑，有可能在团队语音里他也是那个发起者。来了，蓝色视频给扎哥开了视野。我操 ，NING 太尽力了。打到中路有 TP， 扎哥这边还在顶，下一个神盾好了，跳出了宝蓝的一个闪现，侧面的奔空了大招。但是兰博你在干什么？这么浅呀，大哥，一发。子弹狙死了这边的扎克，乌兹，乌兹，哎 ，Ghost 三杀了，还要再追吗 ？RP 一上来 ，Ghost 的第四没血，哎，绕过来，小火龙扑隆扑隆，乌兹，哎，我操 ，He's still alive，He's still survive， 再一勾，不对了，这哎 ，He's still alive， 兄弟，你们四个敢打大龙？我怕你们不知道，我说一下，这位大龙一口一个。哦，有果实，有果实能打。那个 F 六右边那个草丛，厂长看过的啥？给奔流两口啊！有一把比赛就在中卡杀 F 六，死亡都是就是不能接受的。哦，我走了。我操，兄弟，森林野区粘到了，宝蓝勾一个墙，扎克来了，盲跳到 F6, 盲开，里面一点戏也没有。宝蓝交闪，但交完闪还是要被扎克大招击飞。宝蓝一个勾，扎克正好腾空而起，没有勾到。EZ 拿到了这个头，兰博从后面过来，老牛再一个二连连进去，哎呦，物资叠满了。二连女妖已经把 Perkz 位置逼走，但是乌兹还在输出。看 ICON 盯着 ICON 看，再打出拧一个闪，盯着 ICON 看，闪过来喷火，喷完要被乌兹爆哎，通两 Q 了。乌兹这个位置有 ICON， 一秒当官啊！还有闪现的能操作 ，Alpha 那边交闪现拉开，乌兹闪现 AQ Ghost 有一个光盾顶了一波，我操没接住，的伤害，但这一波我只能说，哎，喂，狗斯特换了一个二塔。我操！哎，这波我感觉上野不太对。上野为什么就是这么着急去动这个 RP？ 他没人。兄弟，狗斯特和宝蓝绝对不可能是卧底，这两个人。狗子不是小火龙天尽力，就这种窄口子，小火龙一个大一个 W，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团。而且这波主要是就是泰坦去做宝蓝盾之后，他被打走了嘛，这样子。然后右边其实是哎，其实右边你按照排除法的话，只有 ICON。宝蓝想抢吗？好像真是，对，我操，爆烂！你排除法只有 ICON 铁了。还想再留，但是这个口子物资伤害很高。ICON 绕了 ，ICON 不输出吗？不这么找物资去吗？但物资这位置还有闪 ，ICON，ICON 又控制住。艾卡，回身虽然艾卡，哎哇 ，MNG， 哇兄弟 ，MNG， 好接。而且扎克活了，扎克这边蹲、牛逼 ，MNG 也洗不脱了，兄弟，两个卧底也实锤了，兄弟，两个卧底已经实锤了，卧底就卧底，另外一个卧底还必须得操作。也是无奈阵亡，这扎克纯在游龙啊！下一个二连，这扎克怎么这么能打呀？哎，如果打完一看 MNG 不是卧底怎么办？宝蓝只领先700块钱。三个字，少一只。森明的钱去哪儿了？确实，你永远看不到这个兰博在哪。哦，买装备了。但我要说，这兰博声音很大，声音很大吧？死了就死了，声音很大。都是那个约德尔人。谈笑间 ，Perkz 又拿到一个单杀。单掐，优势嘛，这样子对吧？反正等会就看看其他四个。最关键的一波团了，胜负团了。出格的操作，你像这波，看看团战，老牛先被打。你看吧，这死森明。兄弟，这不演了，兄弟，这死森明。大哥，这位置确实没法帮忙挡，这波没问题。第四枪，扎克跳过来帮忙挡。哦呦，宁王。哎，好风路，哪儿都有他呀。这个小火龙下一波闪现转好是很难开到他。宁领先3K。这两个后排的射手。杰拉试了一下没意到，兰博这边踢的挺危险的，其实这位置感觉正常一点，压住他的起身大哥就走了。我突然又有一个很色的想法，Perkz这表演赛都能来，他不会要来 LPL 打了吧？宝蓝来一个经典放送，感觉正好啊，这一趟来打个表演赛，然后找几家俱乐部哥巴聊一下。而且小火龙身上这个银血剑的盾也很厚啊，兰博他得学中文啊，学呗。基本没烫什么伤啊，就烫了一层。不，这兰博有点太明显。不，你想一下嘛，你仔细想一下嘛。都空了，把大招基本都空了。来，帮牛头挡一下，挡枪。哎呦，宁王好兄弟。哦，宁王这个血量格子5格，5000 HP。
找胖子在他那儿自他在自己那儿打，感觉也就在那个赛区感觉没感觉啊。正面小明也一个闪现开团，感觉好久没打了。胖子，屋子拿到一个双杀，正面还有一个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就在欧洲打。之前和那个谁，扎克 King 啊，宁王这把纯在表演。虽然我不知道卧底是谁，但第一把必须得说，您的扎克主宰了比赛，但好像一波不掉，右边还能再出来打一波。小明这边靠他扛死了，宝蓝的点燃拿到人头，但火龙又送一个，非常好，一个勾，小火龙闪闪的很好，扎克再跳进去，再抓两个，左右一拉。Perks 已经大杀特杀，而且 EZ 瑞尔一到脸上了，扎克一个跳没有跳到，但他又大招，大招把没有 E 的 EZ 击飞了。EZ 感觉交完闪现能回去水晶。你 ICN 不是狼，老子直接吃。声明不是狼，我也直接吃。那这样，我们应该在这局比赛要恭喜英雄队了吗？不推，再玩一波。哎呀，这确实表演赛可以这么干，这要是打一个给乌兹再爽一会儿，爆炸了，也不对啊。你说两边语音有没有说那种话？就你哥吧，绝对是卧底。毕竟扎克也是无敌了，你肯定有吧？就点名兄弟，你哥吧绝对是卧底。就直接点。这个装备我只能提醒大家，最近的无限乱斗谁出谁知道。就送完之后就在那问你，不会是卧底吧？来了，森明又开始了，哇！新之钢哥，怎么说？现在很急，知道自己必赢了，现在好急，想赶紧带队友送一波。奥恩的大招，队友伤害有点太高了。蓝波好，打得好大哦！而且火龙一个大，完美释放，要结束了。我是，我操！一去接扎克的叶，艾泽欧恩还在尽力。厂长摇了摇头，观察到厂长的肢体语言了。我就是觉得兰博很经历吧，就是每次兰博、哦、就是上一波不推是为了这一波，就是兰博每次那个动作我都是看着他在笑的。还在兰博吗？跟你们三位对一个词，就是卧底用 undercover。更和谐，送双冠。他没跟我讲，我这么卧底啊？他没跟我说话。对啊，我怎么叫不出人跟我说话？刚刚。谁是卧底？过来一个问一个谁是卧底。他说：“如果你要不玩这个小火龙的话，就要打后期了嘛。”哦。Yes, farm. Yes. 多发育。啊，那就着急打的就是。你就别搞了，就是李毅，就你们俩，只有打野跟上单可能是。不，怎么又只有我俩可能是呢？只有你俩是。那为啥你不可能是呢？我太明显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不明显吗？难道？这个惨辈子，绝对是卧底。卧底，这卧底在干嘛呢？卧底，他真的在卧。我这把不可能是了呀！哈哈，ICO 了！我的李信哥儿，我的李信哥儿给叫走了，没被叫走吧？那个。